在顶礼拜的洪台大雨当中受到严重的淹水影响，这一天顶面代表都站出来为大家发声。为何影响？为何记录？这两点提出来，好多人了解。希望县政府来会勘，不是只有会勘，应该要处理把事情处理好。因为我在在两。两千外块，二十辆做几人足厉害？受到这个交流道的影响，自四月开通以来啊，每一片小块落雨，啊，每一个涵洞啊，水拢袂，人拢袂当过。顶面代表为着饮水真受气，顶面含里长嘛真痛苦。啊，以前无抽水站嘛咧淹，即摆有抽水站嘛咧淹吗？阮爱是会抽水的抽水站啦，唔是爱好看的抽水站啦。这样抽水站做好啊？我一件风台，拢我做你着，拢唔敢分。县政府来回问哦，拢讲无经费啦，哦，所以是希望因为这条水灾，才迄个送过来改善啦。主要要如果去头要另外道路遐哦，拢淹到车辆拢总袂当过，啊，希望讲相关单位吼会当赶紧给咱处理啦。因为排水和抽水站的问题，影响到后背顶面的生活。代表会希望县府会当认真看待后背人的权益。呼吁县政府爱认错。爱互因爱知影讲抽水站的功能是安那，互阮百姓一个交代。经费落来吼，互阮落去整理遮个下水道，吼啊，莫讲一年当干呐，阮报正百万去，恁着互阮超三十万，安尼变成无法度讲无法度治本。大雨落袂停，后尾人嘛被水淹甲，毋知影叫谁才会用，因个郁闷含无奈，只有政府含中央会当化解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